今天这个 Apple 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，它可以让你皮肤。今天这个 Apple 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的，它可以让你快速人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。但是有一个小小细节需要注意，因为它快速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，它也一起把你的个人特色全部消掉，像是你的痣啊、胎记啊，全部都一次清空。所以这个就需要你最后的完稿，你需要自己手动把这些个人特色加回来。但是 Apple 已经帮你做了 90% 的事了，你只需要做这个 10% 的小小动作把它加回来。所以摄影师的后期空间、后期制作的时间可以降低非常非常多，让你更有效率、更快交件，客户满意，摄影师开心。